进针得气后，将针尖朝向并锁，捏住针柄，一左一右慢慢摆动9次或27次。本法主治经络壅滞、闭闭不通诸症。本法适用于不宜垂直进针的穴位，用斜刺或沿皮刺法。行针时，手执针柄慢慢摆动，刺激量轻为补法。若增加摆动幅度和频率，也可用于实证。